公元1162年，宋高宗赵构禅让皇位，退居德寿宫。从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登上皇位，宋高宗一路退步，至此他终于退无可退了。宋高宗在位的35年，正是宋金双方在河与战之间艰难拉锯、互找平衡的一个历史时期。期间，南宋朝廷依靠以李纲、岳飞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人民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，击败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猛攻，总算保住了半壁江山。这段历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和与战的撕扯与纷争呢？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的商丘古城，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，但是在古城的地底下还叠压着历史上的六座都城，其中就包括了北宋的南京城，当时叫做应天府。作为南宋的第一位君主，宋高宗赵构正是在应天府登上皇位的。北宋靖康二年，公元1127年四月初，金兵压着宋徽宗、宋钦宗北撤，傀儡皇帝张邦昌失去了靠山，只得将早年被废居于民间的宋哲宗皇后孟氏迎进宫中。孟氏得知皇室宗亲只剩下康王赵构这棵独苗，连忙派人联络，并下手书让赵构继承大统。高宗重建的宋朝，史称南宋，是北宋政权的直接延续。赵构，他是徽宗的这个第九个儿子。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皇位怎么着都轮不到他，那个毫无疑问。所以呢，对他来说，他就是作为皇室的一个亲王，本来就可以在太平过这么一辈子日子。但结果呢，来了女真人。等到女真把这两个皇帝徽宗和钦宗都抓走以后，留在宋朝领土原来领土范围之内的，跟赵家血缘关系最近当然只有他了，地位最高的，因为他徽宗的儿子嘛，对不对？他是钦宗的弟弟嘛，所以理论上这个皇位大概就落到他头上了，如果他这个政权还能再建起来的话。从大的背景上来讲，这个时候赵构是唯一的人选，他的血统决定，他是皇帝的儿子，而且是皇帝唯一剩在这儿的儿子。然后还有就是老百姓也需要举这样一个赵宋的旗帜来反抗侵略，来组织整个的这种反侵略，所以这时候是赵构。宋高宗初登帝位，北中国烽烟四起，朝中主战主和两派针锋相对，互不相让。高宗明着启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，暗地里却与主和派黄潜善、汪伯言等人策划难逃。李纲精心谋划，整顿军制，恢复战力，河北、河东的抗金义兵纷纷聚集，宋军力量迅速增强，不断有捷报传到朝廷，各地趁火打劫的散兵游勇也被他派兵平定。但是高宗对李纲的各项建议置若罔闻，甚至还把他贬出朝廷，李纲在宰相的位子上只待了75天。赵构在应天府，就在商丘宣布继位，那么任命他为开封留守，因为当时开封还在这个宋朝这个掌控之下嘛。他曾经十多次上奏章，希望赵构能够回到首都，就回到开封去。
那么那段时间，他对开封的防卫的经营也是很成功的，所以他在任留守期间，金国没有再派兵南下，这是跟他的当时在开封地区的守卫工作是直接有关系的。我想他当然他一生是有些曲折了，但最后这一段这个经历吧，作为开封留守的经历，是他一生最风光的一个阶段。李纲一走，宋高宗就从应天府轻舟快马地逃到了扬州。年届古稀的宗泽连上24份奏疏，徒劳地请求高宗还都北伐，最后忧愤而死。临终时，他连呼三声：“过河，过河，过河！”饱受异族入侵之苦的开封百姓，为失去这样的抗战派名将而悲痛不已，三日掉尽，枉哭不绝。清朝方面其实一直都有，就是在战略上一直也有分歧，他内部的这个派别当中也有，比如说我们是把宋灭了呢，还是说就抢一把就走呢？另外还有，当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占领，我们只是到黄河边上呢，还是我们到淮河呢，还是我们到长江，还是我们干脆把宋整个吞掉呢？它内部一直也都是，它不是铁板一块的。金人主战派希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置新建立的高宗政权于死地，于是在南宋建炎二年，公元1128年7月，金兵再度南犯。大名府、象州、湖州等北方重镇相继陷落，济南知府刘裕投降。此时即位不久的年轻皇帝，22岁的宋高宗，却把军国大事一概交由黄潜善、汪伯言等主和派来应付，自己则在扬州行宫里恣意寻欢作乐，真可谓金戈铁马破空来，欢声笑语犹不绝。这些民族我们知道，因为历史已经不止一次的展示这种势力，尽管人很少，但他们战斗力很强，因为他是全民皆兵的，全民也就是他的生产组织，他平时与这个打猎这种生产组织，同时也是个战争组织。那么更何况我们中原地区的那个政权呢，又越来越稳弱。金军统帅完颜宗翰，又名年寒，刚占领徐州，又派5000骑兵奔袭扬州。建炎三年，公元1129年正月30日，这股金兵攻陷泗州，南宋举朝震惊。2月3日，金兵攻占天长军，今安徽天长，离扬州不到150里，500骑兵马不停蹄地向扬州袭来。中午时分，宋高宗正与宫女厮混，内侍突然闯进报急，吓得高宗提上裤子就跑。金朝的就女真族的那些领导者，他是勃勃有生气的，不管是制度建设还是经济的这个发展水平等等呢，可能跟中原地区的他还是有差距的，但是最起码他在军事力量上他是非常有力量，那么在整个政治上呢，他是有进取心，因为他民族处在这么一个阶段嘛。对宋朝的皇帝，我想首先他不是一个，因为他们出生在帝王之家，他不是从民间出来的，也没有，其实也不可能说他有什么进取心等等，他就是一个父母亲把这么大一份家业给他了，他们主要的任务就守家业，应该不那么有开拓性，甚至有一点这个死气沉沉的样子。瓜州就在扬州以南10几公里的地方，要想南逃，唯有在此渡过长江。
瓜州古渡，就像一位千年老人，见证了太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时刻。方寸大乱的宋高宗仓皇间借了一只小船，由此渡过长江。表面看来，这是他一人的逃跑，但贵为天子的他大概不知道，他这一步退却，整个天下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，中国的历史也由此改写。扬州军民争相避敌，倾城而出，踩踏致死者不计其数。次日，金兵进入扬州，纵火屠掠，又追杀到江边，十余万人或葬身水底，或丧命刀下，侥幸未死者全成了俘虏。朝廷的大量财宝、器物、文书等也被金兵缴获。若非高宗逃来扬州，这十几万人也不至于死于非命。到扬州以后，他跟当时的两个宰相，一个叫黄潜山，一个叫汪伯彦，女真人在哪里？那两个宰相说，女真人还很远。那两个宰相当然是怎么说，这个非常无能的两个人了。那他就相信了，他就扬州待下来了。结果女真人追兵下来了，所以他吓坏了，连夜逃。这些就整个的这个，我想他经历过程对他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。他的女真族的军队是极其惧怕，他心理上吓坏了，真是吓坏了。刚逃到南方的高宗气都没有喘过来，就遭遇了宋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兵变。建炎三年，公元1129年3月5日，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将官苗阜、刘正言的带领下直扑皇宫。当时张俊、韩世忠、刘光世等朝中大将都领兵在外，高宗身边兵微将寡。苗刘二人见居民的不满情绪可用，便策动了兵变，先杀御敌不战率先逃窜的王渊等人，再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3岁的皇太子赵夫，由孟太后垂帘听政。苗刘兵变其实是一次内争，因为高宗一下子个亲王当了皇帝了，他当然不太可能有太多的管理能力，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了。所以他任用他亲信的人，必然是他自己旁边关系特别亲密的。那谁呢？宦官。另外呢，当然就是给他当警卫的人。当时呢，一个宦官的头子叫康吕，他的那个警卫部队这个都统司的那个长官叫那个王渊，这两个人他特别信任，但这两个人其实不是个好人，所以这两个人呢就引起公愤，因为他们在往南逃的时候呢，还自己抢东西啊，总之反正很多很多很多坏事吧。高宗带的那个都统司，就他自己周围的那个警卫部队有两个将领就表示不满，主要是对那个宦官头子康吕以及对那个都统制王渊感到不满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两个人要杀掉。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跌宕起伏，高宗在政治上才开始变得成熟起来。他人虽然怯懦，却足够聪明，能够把主战主和两派背后的社会心理与自己的私心统筹考量，开始在主战主和两派间玩起了平衡。直到岳飞出现，他这么玩也就更有了本钱。杭州的岳王庙是一处纪念抗金名将岳飞的庙宇，也是杭州非常有名的一处名胜，游人络绎不绝。岳飞出身于象州汤阴的雇农之家，自幼习武，力大无穷，不到20岁就能挽弓300斤，开腰弩八弹。靖康元年，公元1126年，
金兵南犯，岳飞目睹其残暴，义愤填膺，毅然告别母亲妻儿，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中。后背上是母亲姚氏为他刺上的尽忠报国四字。岳飞的一战成名要从著名的黄天荡之战说起。建炎三年，公元1129年11月，完颜兀珠突破长江天险，相继攻陷建康、杭州、明州等地，尾随宋高宗穷追猛打，宋高宗被迫乘船飘摇海上，一直逃到温州。惯于策马驰骋的金兵不适应江南河湖纵横的地形，再加上金兵残暴的杀掠，激起了南宋军民的奋力反抗。次年二月，兀珠不得不逐步北撤。到达镇江时，抗金名将韩世忠率水军8000余人拦截，将10万金兵困在黄天荡。黄天荡是位于长江下游靠近建康的一段江面，河网密布，芦苇丛生，金兵对这样的地理环境相当陌生。双方相持40余日，金兵屡战屡败，几乎陷入绝境，最后靠火攻才冲出重围。南宋朝廷命张俊收复建康，张俊胆怯不敢进，部将岳飞不等张俊命令，主动发起进攻，转战半月，杀敌数千，乘胜收复了建康，岳飞由此威震天下。位于江苏省靖江市的岳飞庙，是岳飞生前所建，因此又叫生祠堂。建炎四年，公元1130年，岳飞自泰州退往江阴补充军粮，途中遇到大量江淮间流离失所的难民，于是把这些流民聚拢起来，在阴沙这个地方派兵加以保护。百姓感其恩德，在此专门为岳飞立祠建庙以瞻仰。岳飞一心顾念百姓，声名由此远播。由于以岳飞为代表的抗战派的阻击，金军想通过全面进攻快速灭亡南宋的企图难以得逞。金人于是改而采取以合议做攻战，以建逆又叛党的策略，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。在东面册立投降金朝的原济南知府刘裕为儿皇帝，建立伪齐政权，接管淮东、淮西和京西地区，建立同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域，企图以汉制汉。在西面集中力量进攻川陕，以期控制长江上游，为迂回包围南宋创造条件。就在主战派出现像岳飞这样先锋人物的同时，主和派一位重量级人物也登上了历史舞台。建炎四年，公元1130年10月，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回到了南宋。王氏出身名门，秦桧是攀着妻子的裙带得到高升的。当初金兵攻破开封，秦桧夫妇沦为金兵俘虏，很快便捷投降，得到金人的欣赏和任用。从他当权期间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他与金朝统治者是有相当默契的。对秦桧跟这个赵构来说，他们是利益共同体，利益共同体。秦桧要推行他认为正确的政策，那就是要跟金朝求和，不管我多少屈辱，但是我要保住
我现在江南的，就是南方地区的，当然说不是江南的，就是淮南以南的那块地区。那么对赵构来说，他的目的也是这一个，所以他们两个是利益共同体。秦桧一见宋高宗，就建议南北两方各守其土，互不相犯，以放弃故土，停战议和，来换取金朝对南宋偏安的认可。这个建议正中宋高宗下怀，马上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，安排这么一个搞外交的官职给秦桧，暗喻高宗似乎知其底细。绍兴元年，公元1131年，高宗连续拜秦桧为参知政事和右相。秦桧这个人比较可疑，秦桧曾经做过金人的俘虏，而且更加可疑的是什么，就是说他跟他夫人逃回来的时候还带着婢女，带着一应的家具用度，这哪像是逃命啊，是吧？逃命就卷点细软就得了。所以他很有可能是金朝的主和派放回来的。高宗一旦决定了这个投降路线，以这个屈辱换和平的路线之后，高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讲，他信任秦桧是更便利的，对吧？而且秦桧能帮他挡很多东西。就当时皇权来说，宰相再强，皇权还是比宰相要强的。但怕的不是秦桧，他怕的是金。我如果把，因为秦桧代表的一种政策导向，我把他免了以后，金会有反应，觉得你是不是政策导向会有变，他问题在这儿。宋高宗重用秦桧，是期望他能在与金议和上有所作为。但在当时的金朝统治者还没有放弃灭亡南宋的大背景下，秦桧虽多次向金示好，却收效甚微。金人不仅连一点回音都没有，而且继续发动对川陕地区的大规模进攻，支持北宋叛臣、原济南知府刘裕在金国扶植下所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的南侵。这不能不使宋高宗大失所望。在有心乞和不可得的情况下，处于抗战派和全国军民的舆论形势，宋高宗不敢全然放弃抗金旗帜。加之秦桧第一次出任宰相，就与左相陷于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，其阴险清策的用心、拉帮结派的伎俩也引起了人们的警惕。于是在绍兴二年，公元1132年八月，秦桧罢相，宋高宗甚至宣谕朝廷，力榜朝堂，表示对秦桧终不复用。随着金人东守西攻战略的推进，襄阳因其特殊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宋金合战局面的焦点。襄阳各郡扼长江中游，逆江而上可以进川，顺流而下可逼江浙，北控关中，东抚中原。当时的西北战区由于主帅张俊轻敌冒进，南宋川陕五路大军大败，幸亏有主战派将领吴玠在和尚原、仙人关两败金军，才使南宋川陕防务趋于稳固。但是伪齐军队在金兵的配合下已经占领了襄阳等地，相当于在南宋的软腹部插进了一把利刃，将半壁江山断为两截，对南宋构成严重威胁。绍兴四年，公元1134年春，已任江南西路制置使的岳飞上书朝廷，襄阳六郡地为险要，恢复中原此为基本。朝廷采纳岳飞建议，命他出兵收复襄阳。宋高宗的本意是以战求和，并不打算反攻中原。
因此在给岳飞的手谕中反复强调，只准收复六郡，不得越界用兵，也不准以北伐为号召，否则虽立奇功，必加尔伐。岳飞迅速收复襄阳六郡的胜利震动了朝廷。高宗接到捷报后说，朕虽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，未知能破敌如此。这也是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，岳飞因此被封为节度使。相比之下，他在中兴四将里资历最浅，他的军队应该军队并不是最多，但是他的军队特别能打。在南宋诸大将中，岳飞是继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、吴玠之后第五位封节度使的将领，年仅32岁。这一仗充分显示出岳飞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、英勇善战，因而赢得了岳家军的美称。至此，金朝对南宋的政策出现了从消灭到议和的重大转变。绍兴八年，公元1138年底，宋金议和，双方以黄河为界，南宋向金称臣，每年进贡银25万两，绢25万匹。金方同意赐还原美琪所辖的河南、陕西等地，并归还宋徽宗和郑皇后的子宫以及宋高宗的生母韦氏。因为这一年是金熙宗天眷元年，所以史上又称天眷议和，宋金双方取得暂时的和平。他后来其实非常屈辱，因为他对金是称臣的，这个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，汉族的政权像一个游牧民族政权称臣的就这么一个，本来可以表现得更硬气一点，但他们没做到，他们宁可表现的姿态特别低，宁可屈辱。那么这里面当然就为个人，像秦桧也好，像这个赵构也好，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小算盘，只要能够保住他的位置就是。那对秦桧来说呢，我就是要把这个和那个议和的局面给维持下来，不维持下来我的政治地位没有了。对他来说，这个宰相的位置是跟这个政策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放弃了国家利益。天眷议和后，宋高宗马上诏令定都临安，向金人显示要偏安东南，放弃恢复旧疆。但此时金朝内部出现了新的权力斗争，完颜宗盘等人结成一伙，操纵军政大权，与金熙宗等形成尖锐矛盾。金熙宗便在完颜兀珠的支持下，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完颜宗盘等人。由此完颜兀珠始章，他反对把归还河南陕西作为与宋议和的条件。为了夺回河南陕西，他要强迫南宋接受更加苛刻的议和条件。绍兴十年，公元1140年五月，金朝悍然撕毁墨迹未干的和议，兵分四路，再次大举攻宋。此时宋高宗已再用秦桧为右相，金人毁约南侵，给了宋高宗和秦桧当头一棒。看来一味屈膝求和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。好在南宋主战派从未放弃战斗，完颜兀珠所率金军主力在顺昌被宋将刘琦的八字军击败，退回东京。岳飞乘势反击，屡败金军，取得郾城、颍昌大捷，收复了京西广大地区，并命部将梁兴等人潜渡黄河，深入金军后方，联络两河义军，形成东西并进、南北夹击东京金军的有利态势，致使完颜兀珠打算放弃东京。正当岳飞准备举兵收复中原，
直捣黄龙府，与诸军痛饮之时，宋廷为了向金朝乞和，强令岳飞退兵，所附失地又沦入金军之手，一代抗金名将岳飞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。经过这第二次的宋金拉锯战，完颜兀珠只得重新坐到谈判桌上。尽管局面险些被岳飞翻盘，他还是提高了议和价码。绍兴十一年，公元1141年十一月，宋高宗全盘接受完颜兀珠的条件，议和正式达成。主要内容有：一、南宋世世子孙谨守臣节；二、确定宋金边界为东起淮河中流，西至大散关；三、南宋每年向金进贡银25万两，捐25万匹。这就是南宋历史上极为屈辱的绍兴和议。我觉得绍兴和议，你君父之仇未报，而且那个仇那就是眼前的事儿啊，20年就全忘掉了，那人就变成没心肝的了。当然如果说你这一辈子就活在仇恨当中是挺可怕的，但是如果说你就跟金鱼一样只有7秒钟记忆，那我觉得也非人类啊。高宗就有点非人类的意思，他的君父之仇对他来说那是亲爹啊，他把他亲妈要回来了，而且还有那是何等的屈辱啊！那些个公主帝姬，这个仇其实还是应该记的。绍兴和议当然是以南宋政权及其屈辱的形式给签署下来的，关键是这个地位上，如果当时南宋政权那些主政者能够更硬气一点的话，大约这种相对峙的局面还是能够维持下来。就当时军事力量来，在我自己估计啊，我的估计，军事力量的这个估计呢，金政权要消灭南宋恐怕也不容易了。那南宋呢要打回去，觉得北像岳飞这样挥手一呼就能达到黄龙府，那也是现在后人的这种一厢情愿，也不太可能。但最起码不太会导致宋金之间如此的，就是外交关系如此不平等。所以绍兴和议的一个最大的影响，除了它当然它带来了和平之外，就从此奠定了宋金之间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，这是绍兴和议的一个我想最大的历史影响。风波亭本来是南宋时期临安大理寺狱中一座小亭的名字，大理寺正是当时朝廷的最高审判机关。绍兴十一年12月29日，公元1142年1月27日，赵构亲自下旨，将岳飞赐死于临安大理寺狱中，其子岳云和部将张宪被斩于临安闹市。这里是杭州的庆春路和湖滨路交叉口。1993年，庆春路全面拓宽改造之际，曾有热心市民呼吁在此恢复风波亭遗址，并为岳飞建立塑像。岳飞20岁从军，39岁被害，一生戎马孔总，始终战斗在抗金最前线。岳家军纪律严明，骁勇善战，以致金人惊呼汉山易汉岳家军难。金兀珠在给秦桧的信中明确要求，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。一代抗金名将未能马革裹尸战死疆场，
却死在自己所捍卫的朝廷之手，其强烈的悲剧色彩千百年来一直撞击着中国人的心灵，令后世之人对他生出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敬仰。岳飞太干净，他不续妾，不贪财，你知道这个是很犯戒的。就是宋朝人讲说，这个使这个将与人要使贪使愚，他们讲的那些廉洁啊，那些讲名节的东西，都是针对于文官而言的，那些个道德不约束武将，他们希望这些武将是贪婪的、愚蠢的，然后才是好控制的。岳飞他不像个武将，他又不是个文人，然后他又那么年轻。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岳飞跟高宗之间没有私人关系，就他们之间的私人信任其实没有建立起来。对岳飞现在大约讨论最多、争议最大，就是谁杀他的，秦桧杀他的，皇帝杀的。有的人说呢，秦桧杀的；有的人说，哎，哪有那么简单的？皇帝不点头，秦桧不敢杀，等等，对不对？那么就行政程序来说，像秦这个岳飞这样的一个大将，那宰相你权再大都是不可能杀的。皇帝没有旨意，有个宰相敢杀大将，在宋代绝不可能的事情。宋高宗杀了岳飞，也夺了主战派的兵权。铁了心要向金人表示他的偏安之心。直到秦桧死后，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诫文武臣僚说，对金媾和是出于他本人的决策，不允许任何人趁秦桧之死而对此事再提异议，动摇既定国策。绍兴和议代价很大，南宋每年进贡给金朝大量的财物，高宗本以为给了金人这么多好处就可以长久平安了，没想到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。这个和平的局面只维持了20年。由于在战略思想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警惕性，宋朝没有，我觉得宋朝，甚至一直到南宋，就一直是在那么强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力压迫之下，但是这种战略警惕，宋朝一直不够，应当居安思危。宋朝在内政的居安思危上做到了极致，但是就是在外交上、在对外关系上，这个居安思危实在是太差。绍兴31年，公元1161年，王宋之心未死的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再次南下，高宗战力赶紧被传，又准备逃亡。经过大臣陈康伯分析利害，竭力劝阻之后，才暂留临安，但是仍命人暗中备好大海船准备逃跑。此时的抗金名将刘琦已60多岁，手中尽是疲弱之兵，宋军在两淮一败再败。绍兴32年，公元1162年，多亏临危不惧的文臣于允文指挥宋军残部，凭借长江天险据守，成功阻止了金军渡江，加上金人内讧，金主完颜亮被杀，勉强使金军灭亡南宋的图谋归于破产。也许正是此节，真的让宋高宗心力憔悴，于是禅让帝位，躲到德寿宫去听天由命了。Thank you.
梅花碑，杭州老城一处有名的地标。它得名于明代画作《梅花和石》，其上还记载了南宋德寿宫的历史。只可惜，原来的碑石已不复存在。现在，立于杭州市佑圣冠路梅石园的这块碑，是2007年7月，根据西湖博物馆馆藏拓本复制的。它的脚下，正是南宋德寿宫的北宫墙。德寿宫规模之大，后院园林建筑之精美，都超过了皇宫。活到80岁的宋高宗，在55岁那年，禅位于宋孝宗赵慎，退居园林。据他自称：“我累了。”想当初，宋太祖千叮咛万嘱咐，子孙后代要时刻提防武人干政，可他却忘了更重要的一件事：当外敌来犯，则必须要保卫社稷江山，保卫家园。忘战必危，忘战必亡。在宋金之间和与战的悲怆余音之中，历史的教训不容忘记。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、古代科技发展、对外贸易、对外开放程度都较高的一个王朝，一直在军事外交上饱受诟病。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，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打，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。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，皇帝也多昏庸如弱，官员平时文田武息，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、重视民节的种子。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，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自觉为国效命，虽无法力挽狂澜，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：“即有事之秋，犹多慷慨报国；绍兴之支撑半壁，德佑之毙命疆场。历代以来，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。虽无咎于败亡，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报也。”